介绍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才子。是啊，他的外形啊，唇红齿白的。哦，不但是女生喜欢他，男生看到也很喜欢他耶。哎呀，黄义达。Yeah!打的不是开玩笑，真的，那不敢不敢。那个现场气氛的那种感动，哎呦，好嗨哦！看得出来，义达跟他的歌迷之间的互动啊，嗯哼，他们是真心的在爱你，哎、对不对？真的真的。对啊，你后面也多了一个粉丝啊。哎呦，来到前面来，他一边尖叫一边要掉眼泪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有缘哎呦。尖叫尖叫，我觉得义达的魅力好恐怖，他好像是大哥大有史以来带最大一团来的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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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个跟我们义达十指交扣，这也算十指交扣、啊、真的吗？我其实很想告诉他你很漂亮，但我不好意思讲。哎呦哎呦，刚才获得的赞扬，刚才讲互动最良好啊。是是是，这个不是随便乱说的。没有，你的意思是、那当然就要马上考验一下粉丝跟他之间的感觉怎么样。哦，好、啊、请问一下，嗯，我们要问一下，是大家有顿呆之类的顿呆的跳舞的顿呆
对那就是有质疑一下、嗯嗯，就表示他们不是粉丝。不会，我们很有我们很有默契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我们益达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你们应该答出了给飞哥面子嘛？不对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啊！他的生日是几号？哎呦，演得好，演得好，演得好。他的星座是什么？在家里面排行第几？上面有几个哥哥？几个姐姐？所以几个弟弟？哎呦，他的粉丝真的是跟他有我那个默契。默契。不过说真的，你如果到新加坡去的话，孙燕姿的粉丝啊，哎，常常会把你们搞错。以前会，现在比较不会。你觉得你跟他最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除了胸部以外啊。哎，我这样会被师姐，我被碰到师姐会被他 K 的。通常燕姿拍照都会这样子，那。好像对哦，敢不敢模仿他一次？对呀、啊，哎呦，我还记得旋律，但我不记得歌词。啊，对，哦，啊、有歌词你就会唱了。对，但是有没有模？到底有没有模仿？不用模仿啊，都很像了，还模仿？因为像我看繁体字，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看。对，哦，你是说就简体字？对，所以我就会来不及拍子，我来不及看下一个字。哦，其实还是不错。哎，今天还给我们准备了另外一首歌，叫做《臭男人》，就是新专辑里面的哦，主打歌《臭男人》呢。哎，这首歌我在18岁就写了。哎，那时候怎么就已经对男人有这么深的见解了？没有，那时候是看到一些社会的现象，那时候年轻人就是不爽就会写下来，听听看好不好？好，来掌声鼓励一下哦！谢谢。我就是那个家里有了一个还是没梦还在外头养了一个小女人。世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要帅要体贴又要关怀，这种男人不存在。我只是没人